喺第一回合嘅時候啊，大獲全勝，踢得非常之出色啊！所以嚟到第二回合咧，就好有信心啦。當然唔可以太大意啦嚇，大意輸翻轉頭咁啊肉酸啊！不過球迷們似乎就真係一啲都唔擔心啊！始終咁樣嘅比數咧，對方想追真係難嘅。背景啊夠曬壯觀啦，唔知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呢？精明踢开波啦！曼联对拜仁慕尼克，曼联第一回合作客胜出，跟住第二回合翻主场咧就好踢啦，睇嚟好大机会入八强啦！试下压埋去啦，全麦跳起一顶，完全冇威胁嘅。啊，走位啊靓啦，最后一步啊竟然入。身形占优啊，拉尔拉拿分去右翼度，巴治奥好巧妙嘅传送啊！佢哋拣开个短嘅，八起跳啦，唔知佢有冇后悔咧吓？身位舒蚀啦，突破咗啦，有机会射啊！传咗个地波过嚟，解围做得唔错，大班啊，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啊吓！伯兰德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个系角球啊！龙门啊，失咗呢个波都仲未知咩事啊！好彩佢嘅队友啲后防啊反应够快嘅啫。成份俾人撞开咗，奇云迪布尼为脚直线过埋，有机会入波，入波入咗啊！呢个波今场波第一球。呢球波又是教材嚟嘅，控得靓，射得妙。拜仁慕尼黑个头开得几顺啊吓，问题就系 keep 到啫。哦，上半场完咗噃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，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嘅。第一場咧，佢仲係領先嘅優勢嘅。不過嚟到上半場咧，呢場波就幾打擊信心嘅。希望下半場唔好咁頹啦。下半場開始，我諗咧佢哋下半得唔得先？入咗冇？呢個波入咗啦。下半場嘅節奏好快啊，個角度一流啊，龍門連波皮都揩唔到。呢個波正啊，夠簡單直接，總之有機會就起腳。领先两球，成场比赛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喺场边嘅领队梗系好高兴啦，谂定去边度庆祝都得啦。完全怕同人碰撞嘅，史高斯、保罗、大巴拿、大巴拿走位接应，射到啦！远传嚟噶，传波。俾咗个笼喎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冇越位，踢个地波入嚟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前面得起到脚啦！呢球波入咗，入波，反败为胜啊！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呢个波好似入紧咁嘅吓，佢完全好似知道咧龙门会点喐。咦，
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，揾下辦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已經領先到三球啦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，向右翼傳出，有機會反擊啦，好機會啊，彈到啊，佢又瞓低咗，球證會點判呢？球證話呢一個犯規係禁區外嘅。佢射啦，弹翻出嚟，又射失咗。大班啊，短传，传个波入嚟，一脚踢埋去，入得好靓啊！领先两粒啦，松口气啦。入得好啊，成个动作都好流畅啊。第三個入波，今場波個最佳球員都怕只係佢啦啩！哇，好耐冇睇過啲咁出色嘅表現啦，簡直係一個人踢曬成隊波嘅，對手冇人阻止到佢。掂唔掂咧？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領先三球啦，點睇都冇得追啊！呢一球波啊，直球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啊，入唔紧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理应该掹到佢实一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第四球啦，今场波佢一个人搞掂啊！巴治奥可以解围啊！球证话完场啦，喺佢哋前面嘅咧就系第二轮啦，之后仲有好多关要过嘅，不过都系个好开始。Kimena 点样总结今日呢一场波咧？两翼齐飞咁嘅打法咧，其实多少亦都有啲风险嘅，不过呢啲咪就系高风险高回报啦。咁我哋都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啦，多谢晒 Kimena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！下次球场再见。